又与第三欲有差别，如我波罗等离喜之乐，彼相应法，即所依身，当知一二。这是第三课，第三境律色。这个第九大课，圣无知三摩地。这一课里边呢，随别时里边分五课。第一课是出境律色，第二课第二境律色，现在是第三课哈，第三境律色。这个奢呢，就是不只是第三境律哈，属于第三境律的，也包裹在内的意思。这分两课，第一课是标差别，又与第三欲有差别。前边呢，出境律。第二境律都有譬喻，现在是第三境律也有一个譬喻，而这个譬喻和前面的譬喻是有差别的，这是是标差别啊。第二课嘛，举譬喻，又分两课，第一课是欲离喜乐。如我波罗等离喜之乐，这个就是青莲花的意思哈。离喜之乐，来譬喻啊，第三禅呐的乐，第三禅的乐和初禅、二禅的乐不一样，初禅。二禅也都有落，但是他们是与喜在一起的，有喜之落。第三禅呢，是把喜破出去了，就是没有喜了，这样的落。他们呢，就用这个青莲花嘛来做譬喻，彼相应法，即所依身，当知一二。比那个乐所相应的法，所相应的法啊，这个乐呀、这个第三禅的这个乐呢，它是它里边呢，还有舍，还有正念，还有正知，还有心一境性啊，所以彼相应法，即所依身。即这几种法所依止的舍受相应识，当知一二。我们应该知道，也都可以明之为青莲花啊，也可以这么说啊，也是用这个譬喻来做譬喻。这是第一课哈，欲离喜之乐。下面是第二课，欲彼定相，是谁欲离喜无寻思定？这个青莲花是在水里边生长的，所以水也在譬喻之内的。水譬喻什么呢？譬喻那个修行人呢，他那个离喜。又没有寻思的定，就是第三禅的心一境性。譬喻这个以水来譬喻定，但是不是初禅、二禅的定，啊，初禅、二禅呢都是有喜之定，啊，初禅是有寻思，二禅是无寻思而有喜，现在这个第三禅的定啊。
也没有徇私，也没有嬉，就是更深刻的定了。悉发拥耀，犹无彼顾；欲花台帐，没在水中。这个水是比喻定，这个前初禅和二禅里边的喜呀，那个喜的相貌是荣耀的相貌，真是所谓大喜了哈，荣耀，就是那个心内心里面非常的兴奋啊，那这个身体都受到影响啊，荣耀起来啊。现在呀，犹无彼顾。由于这个三禅呢，第三境律里边没有那个喜的关系啊，所以欲花台帐，没在水中，就是这个花，那个花的台帐就是那个包啊，那个包是没在水中，就是沉没在水里面，就是没有啊浮在，没有出在水面啊。所以在没在水中呢，这表示这个离喜之落是在水中，没在水中，不像有喜的那么荣耀，这样啊表示，这是第二喻彼定相啊，又与第四喻有差别，这底下嘛是。前面是第三境律，就说这么多，这底下嘛说到第四境律，分三课，第一课也是表差别，又与第四喻也是有差别，也是不同于前三个，怎么样的不同呢？这是第二课，别变相，是一样一样的辨别这个第四境律的相貌，那么分两科，第一科表示它的清净的相貌，是清净心者，那个经上讲的是这个第四禅呢是清净心，他那个心特别清净，怎么叫做清净心呢？位于舍念清净相应。超过下地住宅换故，是他那个心呢，与舍清净相应，与念清净相应，是这样的。这个舍清净念清净想想这底下再解释，什么叫做舍清净？和念清净呢，是超过下地住宅换故，就是这个初禅、二禅、三禅的那么多的灾患呢，它都超过、超越了，就是解脱了，它没有那些灾患了，所以叫做舍清净，也叫做念清净，那就叫做清净心。这个下地诸灾患是什么呢？什么灾患呢？这底下的毗荀记上有解释是超过下地诸灾患故者，第四境律以下诸地，遇坏劫的时候，三灾能坏。哪三灾能坏呢？为火灾、水灾、风灾。这火烧初禅水灾你是二能坏二禅，风灾呀能坏三禅，这个第四境律无灾能坏，因为什么呢？有彼诸天甚与宫殿俱生俱没故，这是说出了一个原因，说出了一个相貌由于那个第四禅的诸天，他的身体和那宫殿呢，同时升起，同时结束了，
啊，要是这个但都是化生哈，化生无而忽有的时候，有了身体，同时也有了宫殿。等到寿命尽了的时候呢，这个身体没有了，宫殿也没有了，说更无能坏因缘法故，有什么没有什么东西没有了，那么什么东西能坏它呢？所以也没有，像初，这可见初禅、二禅、三禅不是这样，啊，初禅、二禅、三禅呢，他们的宫殿是原来就有的，而后忽然间有了一个身体，啊，不是俱生俱没的。那么这个那个人呢，那个修行人死掉了的时候，身殿、宫殿还在，但是那宫殿也不是常住的，啊。有这个火灾，有水灾，有风灾也来破坏它。第四禅没有宫殿的，所以也没有更无能坏因缘法故。哈，是如义谛说，这个事情在义谛那已经说过了。哈，说过这件事，是当知此由修彼净律呀，舍念清净相应。超过寻思喜乐三谛一切动故啊，这个当知啊，此修行人呢，优修彼第四境律成功了的时候，他具足了舍清净和念清净啊，有这样的功德相应，超过了寻思喜乐啊。超过了初禅的寻思，也超过了初禅、二禅、三禅的喜乐，啊，这个这三谛的一切动，啊，喜乐也是动，是寻思也是动，那还是动，啊，那个另外还有一样呢，就是出入喜，第四禅了。第四禅的修行人呢，没有入喜，也没有出喜了，为这件事，这样加起来呢，看是几样，寻思喜乐，还有一个出入喜，还有一个三灾，一共是八个啊。这个超过下地诸灾患苦，就是超过这八种。在好，超过这八样事，所以那他那个心是清净的，这是说那个心的清净的相貌。这是第一颗，第二颗显白，显白者为性四善，自地烦恼无碍畏故。这是这个清净心者和显白，这都是经上的话。底下呢，就是本论作者的解释，这真是平常也怎么能解，没办法解释的呀，他就会这么解释，说显白者为性是善，性是什么？性是心也呀，他那个心性啊是非常的良善，那没有这些贪嗔痴，这个欲界这个贪嗔痴啊，这并且这个人呢。而是佛教徒啊，是圣人呐、所以他那个心是善，那就是自地烦恼无碍畏故。前面清净心呢，是超过下地诸灾患；这个显白呢，是自地烦恼无碍畏故。在他本身这个第四禅里边呢，他也没有烦恼，没有碍着这个第四禅的烦恼。初禅要凡夫得到四禅的时候，得初禅的时候爱这个初禅的境界，二禅、三禅、四禅也是，爱着自己所成就的这个禅的境界。现在这个修行人呢，是佛教徒啊，成就了第四禅的功德的时候，没有爱畏，不执着，他不爱这个禅。虽然这个禅的境界很高啊，很殊胜啊，但是他心里面也不知道啊，也观察他，也是还是四念处，观察他是无常的，啊，是因缘生法的，
是没有真实性的，啊，是毕竟空的，是心里面不知着。所以质地烦恼无碍为故，所以叫做闲白。闲白呀，实在还是清净心，也是清净，就是心清净。但是又说清净心，又说闲白呢，就分成两段加解释，啊，这是。何故复以长者为喻？这个第四境律啊，分三科啊。第一科是标差别，第二科是啊别变相。这个相当然是和前三禅啊初禅二三禅是不一样啊。现在第三科呢，举一个譬喻啊，举个譬喻，举譬喻分两科，第一科是喻比因啊。分两科，第一科是举喻，举喻嘛，又分两科，第一科是证，啊，何故复以长者为喻？什么原因呢？经上啊，又用长者来譬喻这个第四禅呢？啊，这是问，底下第二科嘛是解释，就是回答。为彼所作皆神奇故，这个长者啊，用长者做譬喻是有理由的。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长者啊，这个年高德重的人呐，啊，经验特别丰富了啊，智慧特别广大的，所以这种人呢，他要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他非常的神奇，就是啊，清楚把这件事，把他安排的清清楚楚的，一点也不马虎。这个神就是不马虎，不虚浮哈，反正很认真的，那把他清清楚楚的、明明白白的啊，对于所做的事情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皆神奇故，不放一故。而这个长者这个人呢，因为经验太特别多了，知道啊，要做错事就有后患，所以不放逸，不做错的事情。好，这是第三个功，第二功德。第三个，思维筹量，观察生果，就是他这个智慧特别高啊，啊，他能筹量这个事情，各式各样的条件，各式各样的情况啊，去筹量，筹量就是思量。啊，就是思维，然后特别的观察，看得清清楚楚啊，所以不放逸啊，所以他有这样，这句话就表示智慧特别的殊胜啊。欲增减门无不知故啊，对于这个事情是增多了，是减少了啊，其中有功德，是有过失啊，他都知道。这个增减门呢，这个，这是赞叹这个长者啊，对增减哈，他都知道。但是这个，在批这个批训记上说哈，欲增减门无不知故者，增为增长积极。减位衰退瞬间，解身秘说善知。解身秘说就是解身秘经啊，解身秘经说善知心增，善知心减啊。用解身秘经上那一段文来解释这个啊增减门。解身秘经三卷十九页啊，那上来解释这句话：如是增减呐，其意应知。这个增减还在欲学时的论呢，欲学时论77卷吧。其实七卷上有解释，解释上啊，怎么解释呢？这是欲增减门呢，但是解释秘经上说是欲心增减门，心有增，心有减。那么欲学时的论上解释这个增减。怎么叫做增？怎么叫做减呢？这个皮行记上啊说出了几句，是增为增长积极。这个增长是指现行说，积极是指种子说。
这个怎么叫做增长积极呢？就是我们都没有修行的人呢，我们有两种细胞的境界，一个是相胞，一个粗重胞。这也是在《精神病》里说的哈。这个怎么叫做相胞呢？就是在一切的眼耳鼻舌身意舌声香味触法，眼识耳识鼻识身识身识意识，这一切法有为法相上啊。我们心一动，我们这个心与这一切相意接触的时候啊，这个烦恼就来了，就能细化我们的心呐、啊，不得自在。贪来了，我们心也不自在；嗔来了也不自在。愚痴来了也不知道，是各式各样的烦恼一动起来的时候，就是戏法我们，就把我们绑住了。这个粗重法是什么？是种子，种子啊，烦恼的种子叫做粗重啊。所以说我表面上啊没有戏法，但是内心里面还有种子，还在帮助你呀、啊，你还不是圣人啊，还有戏法。那么现在呀、啊，我们要发心呢、啊，学习佛法了啊，要对治这种戏法，啊，修校四年处啊，要这个除灭这种戏法，除灭这个相法，啊，除灭这个粗重法，你这个能对治道，能对治这两种法的道，圣道啊，这个四年处的圣道。你常常修，常常修啊，你这能对之道就增长了，这无漏的戒定慧，逐渐的栽培呀、啊，它就逐渐的增长。你常修修圣道，这个圣道它就增长啊，圣道增长呢，这个现行增长，种子也增长，是啊。那么种子增长这个事情呢，而这个圣道啊。它不是离开了心，另外有个圣，它是与心相应的，心与圣道相应，圣道在增长，在积极，你这个心也增长，也积极，是这么意思啊。这个减位衰退损减啊，损减，这个衰退损减呢，就是这个相法。出众法，在你用功修行的时候，这个相法和出众法就在减少，啊，它的这个现行在衰退，它的种子就在瞬间，是这样子。而这种相法、出众法，它的活动啊，也是与心相应的。也是与心相应的，与心相应而这个相法、从众法啊，在衰退、在损减呢，那个心也就在衰退、在损减。那就是这样子说就可以了，就是与圣道相应的是清净心，与相法、从众法相应的是厌恶心。啊，清净的圣道在增长，心也增长。那么，厌恶的相法、出众法在衰退、在瞬间，那么厌恶心也就在衰退、在衰退、在瞬间。一样的，善知心增，善知心减。这是后边这个《毗荀记》后边这个《玉器十四论》的解释，解释这个增减，解释密经的善知心增，善知心减。解释的，所以说于增减门无不知故，在这里说呢，但是在这个长者啊，这个长者啊，他知道这个功德的增长、过失的减少，他都知道，他会知道啊，知道我的功德增长了，我的过失减少了。这就表示修行人呢，他常常的修行啊，他就知道啊，我的功德增长了啊，过失减少了，这就是于增减门无不知故。这是这个举譬喻，这是陈尼是举喻，底下第二是合法。
正得清净第四境律者，亦复如是。成就了三禅的人，他又不知足，他又继续努力地修行第四禅。第四禅呢，没有白辛苦啊，他正得清净第四境律了，就是证悟了，也就是成就了。亦复如是，这个人修行人呢，也是这样子。眼前那个长者有这么四种功德，那个证得清净第四境律的人呢，亦复如是，也有这四种功德。凡有所为呀，神地圆满。他做什么事情啊，也不马虎。神识，这个地就是真神识，真识圆满。不是有的地方不神识，那就是不圆满了。无著放逸也是。这个证得第四境律，这个人没有放逸一切意无不了知，就是譬如那个思维筹量，观察甚故，其性敏捷呢，就是欲证见门无不知故，就是也有这种功德凡有所为，审谛圆满等者，此中四意如其次第。配钱似玉应之，这样意思。八经九经亦为玉者，由兼治故，显文盲等不能勤损。这是第二课，欲清净显白这个第一课是。不是第三颗是橘皮玉啊，是分两颗。第一颗是玉比银，玉比银。这第二颗嘛，玉清净显白，玉这个清净显，前面有个清净心，一个显白给这两个人做比喻分两颗。第一颗是橘玉，橘玉分两颗，第一颗是八经九经玉。所以说经上有八经九经的譬喻，那是什么意思呢？这是八经九经喻，这底下嘛解释这个八经九经的譬喻，说由兼治故，显文盲等不能勤损这个八经九经是这一声譬喻，就是指这个。就是特别微细的那个毛布有那个纱所以一条纱织成的布现在是用八条八缕八条纱把它织成一个经一条线，用八经就是用八条缕，就是八条纱。纺纱，这个工厂里纺织布的，用纱织成布那个，我们说是棉花的话，用棉花纺成纱，很细的一条一条的，用这个纱来去织成布。现在就是说用八条纱织成一条经，用这样的经呢去织成这个缕，织成这个微细那个很好的那种蝶毛微细的那个毛布或者用九条缕织成一条线一条经一条线这个这种譬喻什么呢？是由兼之物，你这样子织成的这个蝶这个细毛布这个那么好的那么殊胜的毛布。它就是特别的坚，特别的坚固而细致，也当然那也是厚了是显文盲等不能勤损，这表示你要用这种布做衣服穿上去这个文盲它不能够来咬你因为它太厚了有密字细字它不能咬你这是这个譬喻，这个八经九经的譬喻的意思是这样意思。保护你的安全是手足皆缚着，这第二个譬喻，手足皆缚的譬喻
是什么呢？是要有二十永可勤损，啊，要有两个过失呢，那这个文盲等就可能会来侵犯你，来伤害你哈。是哪种过失？哪两种过失呢？为衣帛故，有露处故。要是你这个用那个织成的布特别的薄，那蚊虫也容易咬你，还是可以咬你哈。或者这个衣服有露处，有地方有破坏的地方啊，你的身体露出来了，那当然这蚊虫还是可以咬你哈。这个露处有这两种过失啊，就不对了。这样是衣服也不薄，又没有露处，说手足皆服哈。今此显示二十俱无，说手足皆服这句话呢，就表示啊，这两种过失都没有，衣服是厚的啊，也没有露处。这是两个比喻哈，一个是八经九经玉，一个是手足皆服玉啊，这是举比喻。这底下二颗，第二颗是合法，是此定一耳。是现在这个第四净律啊，也是这样子。其心清净显白，周遍一切周遍，其心清净显白周遍，一切闪动所不能侵，开隐寒暑乃至他所呵斥恶言，即内身中种种苦受，都能够防止。这是比喻其心清净显白呢，就是比喻那个衣服是坚制，衣服是坚制的，也就是布帛啊，衣服厚哈。这样子呢，一切闪动啊，所不能侵，一切闪动啊，这个散乱啊。就是浮动，那这些这个喜怒哀乐哈，这些事情是都不能侵犯他哈。这个周遍呢，说不能侵哈，说不能侵。要是周遍的话呢，就是没有露出啊，那就是比着周遍的意思。周遍意思也就是你的心清净一丝。没有一丝不清净的，所以堪饮寒暑啊，乃至他所呵斥的恶言，呵斥就是愤怒了啊。愤怒的人呢，说话的时候就不说好听话了，就是恶言。即内身中种种的苦受，你心里面都能够，你都能够忍受，都能防止他不能侵犯你，都能够。在他心里面呢，他都能够抵抗，而不会受到这些侵犯的。这个内身中啊，种种苦受，这个话呢，是说在人间你得第四境律的时候，你这个身体有的时候也可能有病啊，连阿罗汉有神通的阿罗汉都有时候有病。所以啊，你得四禅的时候，虽然那么高的境界，但是你这个身体还是人间的身体呀，所以也有苦受的事情啊，也会有他所呵斥的恶言的事情。但是在这个第四禅的人，他都心里面不介意，他心里不动，所以这就用这个比喻啊，这个。八经九经是比坚自故，这个手足皆服这个意思，就是表示你这个禅定非常的坚固，非常清净显白，这个道理非常的坚固，所以一切外来的这些啊，外尘的一切的不如意的事，你心里面都不介意，都能不动，不能侵犯他的定，你不能动摇他的定力。又与第五欲有差别，一共是分五课，分五课哈，就是这个圣五之三摩地也，这共是分五课啊。第四经律是第四课结束完了，现在第五课观察缘起的摄啊。这一课里边呢分三课，第一课是表差别啊。
由于第五的比喻，前面一个禅一个比喻，现在第五只有四禅，但是又说出个第五来给下面又解释，也是不一样的欲这是举不要差别，这第二颗指前欲，欲所观相殷勤恳道等，当知已如前十。那经上面说到第五欲的时候呢，有一句话叫做"欲所观相，殷勤恳道等"，有这个话。这个话当知已如前十，前面已经解释了，前面已经解释过这个前面解释过，有两个地方解释这件事，这两个解释在第11卷呢。在22页的，我们现在是第12卷那个第11卷第22页有说到这个事，又前面说到四种修禅呢，也提到这件事，唯得自见，得天眼通那段正好也说到这个事，是于所观相殷勤恳道等，前面解释了。可是解释了解释，这地方还是要说一说说第一颗不要差别，第二颗指前喻，现在第三颗明种意，就是解释了解释这句话，于所观相殷勤恳道等，解释这句话，为神观察三世诸行，愚能观察又复观察，是此种种意。前面不是有初禅，有二禅，有三禅，有四禅呢？就是没有说到怎么观察这句话还没说，在这里总说，为神观察，就是说你得初禅也好，乃至到你得四禅也好，其中都有佛教徒不共于世间禅的一种圣德，就是神观察就是特别认真的来修这样的观，观什么呢？三世诸行，过去的事的，现在是的，未来是的，三世的有为法也就是12缘起过去的无明缘行行缘思这些事情无明灭在行灭，行灭在识灭，有灭在生灭，生灭在老死灭，就是这些事情三世诸行。愚能观察，又复观察，这个不但是所观察的境界。观察所观察，还能够观察那个能观察的那个智慧，还要再观察，观察它也是因缘有的，也是无常无我的，是毕竟空的。这样的这个出世间的般若，是此种种义，是这个前四种禅的种义，都有这样的观察的智慧的，这样意思。这个《批寻记》的文我不要讲了这是十种种义，执善十名等何等名为胜三摩地？十名等就是五支三摩地，胜五支三摩地分两颗，第一颗证，第二颗是解释。解释里边呢，第一颗分标经说，第二颗随别时，就是前面是五颗，现在第三颗是十名等。解释这个名这名啊，第一颗是种证何等名为胜三摩地呢？这是这个名嘛叫做胜三摩地，还要加个胜字，这是什么意思？这是问底下别词分两颗，第一颗名胜三摩地，还先解释名胜三摩地。云何建立五智差别？这还是这个第一颗这个问。第一个问，这是两个问：何等名为胜三摩地？何等名为五智差别？怎么样来建立这五智差别呢？这个什么理由呢？这是这么两个问这底下嘛，别思，为四境律中所有圣贤心一境性，基于案例审地观察，如是名为胜三摩地。这底下嘛，先回答，先解释"胜三摩地"这句话，
位于四境律中，啊，这个出境律乃至第四境律里边，这个圣贤心已境性，啊，这是佛教徒啊，的圣贤啊，他成就了圣贤了，他修他所成就的心已境性，这个得到初禅、二禅、三禅、四禅了。但这情形各有不同，啊，各有不同呢，就是他的这个禅定的善根强。他修四念处的时候嘛，他先修止，修止嘛就得到四禅了，但是还没得圣道，那没得圣道还是凡夫啊，所以得到了四禅之后呢，继续修四念处。这个修的时候名字为贤，啊，断惑证真了名字为圣，啊，贤的时候也是心已境性，到圣位的时候还是心已境性，所以就是圣贤心已境性。基于案例审谛观察，如是名为生三摩地。啊，基于案例呀、和审谛观察。这个案例呢，就是所观察的啊，对于所案例的境界呢，能审谛的观察，那么这就叫做圣三摩地。如果不能审谛观察呀，那还不是圣三摩地，你只是三摩地就是了。你因为没有般若的观察，不是圣三摩地。这个底下嘛解释啊，我看这批评机解释一下，基于案例审谛观察者，此中案例呀，所谓有情世间及气世间，唯与诸行假立故。哈，这个有情世间、气世间呢，是在一切有为法上假立的，说这是有情世间，这是啊气世间，这是在一些有为法上安立的啊，这样讲，这叫做案例哈。另外，你或者是怎么样解释你这案例？一切法都是心安立的，你的心安立的。啊，你有烦恼，有惑，有业，有我们的惑、迷惑、烦恼，有我们的业力，安立三界的一正二报。业力安立的那个本身上是没有，也没有医报，也没有正报。为什么有了？你自己安立的，是这么回事啊。这是这样说哈。闻所成谛说，这是下边我们现在还没有读到那，没学到那里。以有情世间及气世间有两种法，能摄一切诸细论事。一切这一世间上一切有法都是细论事啊，都不是真实的。有两种能摄一切细论事，为能取法，即彼所依所取之法，就是这样子。这两种可以包裹了一切。这个能取法是什么呢？就是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这是能取着、能分别啊、能思想的这些事情。即彼所依，所依就是六根；即所取之法，所取之法就舍身相为除法了。其实就是十八戒啊，所取之法啊，临本呢13卷22页就是这么说的：今观有情世间及气世间，唯是所取即能取法，名为安立审谛观察，就是这样意思。就是啊，基于案例审谛观察，就是世间上一切法都是心在分别，那记着叫做案例啊。你能审谛观察是无常无我的啊，那就审谛观察，这就叫做圣三摩地。那么这是何等名为圣三摩地？这个问题，这个名人解释完了哈。
依于四种宪法热柱建立四支，一观察，一审观察，缘起法故，是又为断除余劫法故，建立第五。当知此中二余缘故，建立五支。这个圣三门第的名字也是完了，底下那个云何建立五支还没说，现在这里说，分两课，第一课是实，第一课是解释啊，第二课是解。依于四种宪法乐柱建立四支，是前面解释过，很明显是这样意思哈，就是依于啊，四种宪法乐柱，一个初参，一个二参，一个三参，一个四参，四种宪法乐柱。建立呀、四支啊，这是五支圣五支三摩地，这是圣四支三摩地，这就是从这里建立的哈。就是你成就了初参、二参、三参、四参，那么你在这上啊修十念处，那是名为圣三摩地，好，这样意思。一审观察缘起故。好，你在这个四种宪法乐柱里边呢，你还要再进一步的呀，审观察缘起法故，审观察缘起法故。好，那么你观察这个依报的世间也好，正报的世间也好，都要观察它，观察都是啊，我们自己心里分别都是无常我的，审观察故。那么这时候嘛，就有了第五支了哈。又为断除余劫法故，这是第二个理由哈。又为断除余劫法故，就是我们要是用功修行，得到了舍戒的四禅的时候，欲界的烦恼啊，是不起了。如果不是，就假使不是佛教徒，欲界的烦恼也降服了，啊，那么呢？可是舍戒四禅当地的各式各样的爱见慢烦恼还是有啊，还是有，那么就是要，还是问题，这就是大患哈，所以要修十念处，继续的观察缘起，继续的把它熄灭了，把它除灭了。所以，为断除，又为断除余劫法故。你断除了初禅的劫法，二禅、三禅、四禅你还没有，啊，为断除剩余的劫法，啊，这个劫法我们前面啊讲过，什么叫做劫啊？我不知道你们还记住不？是不容易哈，那么多怎么记住呢？但是啊。非要记住不可，我也是没记住，我去查了一下，这个解释上什么讲呢？能和合苦故，名之为解。你要有烦恼的话，就是我们这贪嗔痴的烦恼啊，就能使令自己与苦和合。我有贪心呢，就会和苦恼和合。苦恼是不是愿意？我不愿意同苦和合，但是因为你有贪嗔痴，他就会与苦和合。就是这个贪呢，是与所爱贪着所爱的境界。本来认为是欢喜的呀，其实欢喜那个地方隐藏着苦，所以你一贪呢，就与苦和合了。这个世界上事情真是遗憾呐。太遗憾了，表面上哎呀，这件事是值得做的呀，其实你一做你就苦恼了，你白辛苦了。所以这个烦恼，自己的烦恼啊，这是唯有佛菩萨智慧啊，给你明明白白的说明白了，是与苦和合的，这叫做解。这个佛就是戏佛的意思哈，戏佛是什么意思呢？这唯有道心的人啊，才能感觉到佛。就是我想要修学圣道，不可以把你绑住，不准你出家，不准你修十念处，偏有事情障碍着你，是名为佛，就是佛。这个佛是这样意思。
所以是又为断除余劫法故，建立第五，建就是怎么能断呢？修缘起观呐、啊，要修缘起观就是无常无我，修这个观法啊。是当知此中二缘故，建立五智，这是解。结束这段文，所以这会我们知道这个第五啊是怎么出来一个第五呢？这四禅只有四禅怎么出来个第五？这个《清净道论》呢是由它是由五禅而不是四禅，《清净道论》是哈，其实还是五四禅。这个有二因缘，这两个因缘啊，一个是依审观察缘起法故。这是第一个因缘，第二因缘你又为断除余劫法故，这两个因缘呢，建立这个第五智，哈，加起来你前面依宪法乐住建立四智，依审观察缘起法故，又为断除余劫法故，是建立第五智，啊，所以当知此中二因缘故，建立五智，两个因缘呢，建立第五智。这实在是第一，这是一个合起来是一个，加上四种宪法落入，就是这两个因缘建立这五智，这叫做无胜无知三摩地呀、啊。这一课解释完了。复次，云何有因有具胜正三摩地？一共是15课。啊，现在是第四课，叫有因有聚三摩地。前面这么多的解释啊，我们要说我们敏感也可以，哈哈，我们有两个敏感，一个是看出来呀，非要静坐不可，这是一个敏感啊。第二敏感呢，就是非要修这个缘起观不可，非要修缘起观就是四念处。非修四念处不可。不，你不静坐，什么也不没有成就。是说是我们就是我们念经啊，念念经，念念咒啊，就是这样善善慢慢做功德，这功德随时会退的，靠不住的。你要修了静坐成就的时候，就不容易退了。不容易退，因为什么不容易退呢？有两个原因不容易退，一个是你心里面有定力，世间上的事情不容易动摇你，不容易退。第二个，这个禅里面有落，也帮你吸住了。你那有禅得到禅落的人呢，对世间的欲看不上眼，所以也不容易退。是有了这禅就不容易退，但是还是个凡夫，所以要修缘起观呢，哎，才是圣人，才能成为圣人。看这么多，你这么多的解释里面呢，我们看出了这两样事情来。现在这底下嘛是第四课，有因有聚胜正三摩地，啊，这样的啊，这有这样的名字。这里分两科，第一科是真啊，复次云何有因有聚胜正三摩地？这都是经上的名字，经上说的，经上说的。而现在这弥勒菩萨慈悲也给我们解释解释，解释这件事啊，怎么叫做有因，又怎么叫做有聚胜正三摩地呢？问：当知善故即无漏故。说明为善，这底下嘛就解释，解释分3科，第一科是略识明，第二科广说义，这个略识明里面分3科，第一科是明圣，解释这个明圣，这个什么叫做圣，当知善故即无漏故，说明为圣，这个弥勒菩萨慈悲呀，一遍一遍的解释，不怕重复。前面说过了，现在又告诉我们哈，善故名圣，无漏故名为圣，没有染污啊，没有烦恼的染污嘛，叫做善；没有执着心，叫做无漏。
所以圣言之是没有一切恶，远离一切恶法，而有清净的善。但是还有一个条件呢，说不知着。无漏故说名为圣。这个我查查那个字典呢，世间人怎么样的叫做圣呢？世间圣也说了很多解释无事不知啊，名之为圣。特别是赞叹智慧高啊，智慧很高。另外也提到说是修养好啊，那也可以名之为圣，但是就没有提到这无漏故名为圣，缺少这个条件。没有提到这里，为什么没有提到这里？就是他的智慧不够，不知道圣人还有个屋漏，只有佛菩萨知道，看出来呀，什么叫做凡夫，什么叫做圣人，能看到这一点，说明为圣。好，有五道之名词定音，所谓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好，这是第二课。名有因，这个名圣这个字这一句话解释完了。现在名有因哈，怎么叫做有因呢？直接解释哈，有五道之名词定因，有五道之，这个道之就是八正道八正道这个道就是能通往到涅槃那里去。这条道路能到涅槃那里去，所以叫做道。这个，但是八正道是八个呀，现在说五个，其中的五个哈，名词定那五个道之啊，是定的因，是修定的一个因有定的因那五个道之是什么呢？所谓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这五个。这五个呢是定的因你想要修定啊，这五个条件要具足，是具有三种。这第三课名有具，前面是有因，是说明了是这五条。这个有具什么讲？怎么意思呢？具有三种，所谓正见、正精进、正念这三种，这三种啊是具。这么解释，这解释了，这是啊，这三科加起来你是略十名，简略的简单的解释名。这第下面第二课广说义，此种婆伽梵总说前七道之，与圣正三摩地为因为具。这底下嘛是广说这里边的道理，第一课是说因聚义，说因义，说聚义，分两课。第一课是略标，略标里分两课。第一课是明总说，第二课先差别，先说总说。是持中婆伽梵，说是在这个经里面呢，对于这个有因有具生成三摩地这段文里面呢，这个佛是总说前七道之。总起来大重要的说这个八正道是前七个道之，八正道最后一个是正定，前七个道之你，前七道之与圣正三摩地为因为具，是圣正三摩地最后那个正定就是圣正三摩地，前七道之是那个正定的呀，是因是具，是这样意思。那么最后那个正定就是果了这样意思。这一句话呢是总说的总说前七道之与圣正三摩地为因为具。这底下第二课显差别，随其所应，差别当知随其所应这个其中这七个。是七个道之啊，随其所应，有的是因，有的是具，有这样的差别，你应该知道。
未有前导，次第一故，立无为因。好，这个"因"这个字怎么讲呢？是这样意思：未有前导，次第一故，是他这件事情一开始啊，事情的开始啊，叫做前导。他先在前面呢，引导向前进。好，这个他在前面的引导啊。这件事就开始啊，开始进行了，开始做这件事。做这件事的时候，一样有次第的。那么就是这五个啊，是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这五个。这五个呢，是定的一个因，定的一个主，很重要的一个条件。好，这是这样。于三摩地自住一故，立三为具。这个"具"这个字。好，具这个字为具，这个具怎么讲呢？于三摩地自住一故，对于你得三摩地得定的时候，能帮助你，对你有帮助的力量。好，那立三为具，那其余那三个，啊，就是啊正见、正精进、正念这三个，它为你。有帮助你的力量，帮助你得定的有这个力量，所以叫做具。这个具啊，是自住意，自住意叫做具，为前导次第一故，名之为因。啊，这个因这么讲，具这么讲，这样意思。在上把这个毗荀记的文念一念，好哈。有因有具，圣正三摩地者，为诸圣者所得的正定，啊，名圣正三摩地，啊，不是凡夫啊，圣三摩地。此三摩地呀，要以前期道之为因为具，就是为因为缘呐、啊，自住亦可以当个缘，为因为缘，由是说言有因有具，生成三昧的，就是这么意思啊。这可见这个八正道啊，又可以这样解释哈、啊，就是八正道合起来名之为有因有具，生成三昧的，是这个意思啊。当知此中啊，前期道之，非说见地诸圣之所修习。这又有一个意思，啊，不是决定说见地诸圣，这一切圣因都是见地了，都是见到苦集灭道是地了，啊，苦这苦啊是苦，啊，集是集，灭是灭，道是道，我凡夫不知道苦是苦，因为苦是乐，凡夫，所以说非说见地诸圣之所修习。不是，不是决定这么说。为诸一生，那么非诸见地，没见地就是凡夫了啊。所以这地方说，凡夫也可以这样说。为诸一生，就是指这些凡夫啊。要于是处彼诸道之安利可得。要是在这个地方，就是在你这个修行的境界上啊，也可以解释诸道之啊。这是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也可以这么安立可得的话，即四处以名为道之，也可以这么解释。如是诸意啊，准下应之。先下边有解释，就是这样说呢。这个有因有具，圣正三摩地呀，还是同于凡圣的。已经得圣道的人可以这么讲，没得圣道的人也是走这条路，也就成为圣人了。这么解释，这里呀有几个，这里有四个问题哈。这个师父曾提到无生忏是能灭罪的，但无生忏是怎么一个观法呢？又如何知道灭罪了呢？这个无生忏呢，就是观一切法不生不灭的意思哈。观一切法不生不灭呢，
还是主要是观察舍受显思，啊，观察这个生命体呀，是不生不灭，就这样观，这样观，这个其实我们不只是讲过一次了，就是观察这个生命体呀，是因缘有的，因缘有的就不是自性有。啊，一个是叫做自性有，一个是缘起有，这是两个。什么叫做自性有呢？就是不需要因缘，它就有了，叫自性有。这个我看见不是难懂啊，别说是我们考中哈，考中的时候一考，这个声音就出来了哈。只是这个声音怎么有的？就是有一个钟，有人去敲它，那么这个声音出来，这什么就叫缘起有。如果没有钟，也没有人敲，就有一个声音，这个声音自己就有了，那叫是自性有。什么叫做自性有？什么叫做缘起有？这很不是难懂，应该容易懂。那么这样说完了的时候，你再看这个声音是缘起有啊，是自性有。是缘起有，自性是空的，就是不是自性有，所以叫做自性空。它没有自性嘛？你不靠的时候没有声音呢，声音不能自己有嘛？它自己是没有自己的，是空的。现在我们人的生命体，眼耳鼻舌身意，舌受想识，也是缘起有的。缘起有，我们前面看过，讲那个中阴那个异谛，讲那个中阴身的时候，也是怎么有的？就是业力加上烦恼，你造了业了，就加上一个不如理作意，所以就投胎了。就是这样有的嘛，这不还是因缘有？如果没有这个因缘，没有这缘，就没有这个生，你就没有这个生命体。所以从这个用这个自性有，用这个缘起有，观察我们的生命体呢，我们的生命体是自性空的，是没有无。舌无受想行识，无眼无耳鼻舌身意，是没在自性空上看，没有因缘的时候看这个人有没有，这个人是无舌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有少法可得，不是空了，是这样子吗？观察自己是这样子，观察别人也是这样子，都是自性空的。本来是自性空的时候，同时我们还是缘起有，自性和空和缘起有是没有差别的，他们是不违反、没有冲突的，是不相妨碍的。但是我们呢，我们这个心呢，在有上有很多的过失，所以你现在这个时候修行的时候，你偏于空。现在人家呵斥你观在空是偏空，你要忍受一点。人家说你偏空，你忍受一点。你现在这个时候不要要求圆满，就是我是偏空，我就观察是缘起有，是自性空，我就偏观于自性空。观察熟了，而且也能降伏烦恼了，这时候你再呀，哦，也是缘起有，自性空的同时还是缘起有。所以是不是断灭的，也是有因有果的，这么样观，啊，观察自己也是这样子，观察他人也是那样子。观察完了的时候呢，你心就住在空上，住在那里不要动，就是修止，那要是修体真止，修止。你常常这样观，常常这样观的时候呢，你就能降伏烦恼了。就是，出现了一个境界的时候啊，哎呀，心里面呐很愤怒啊，哈，可以呀，可以一方面流泪，一方面大叫，可以会有这种事情。但是你这个事呢，这是不如理作意，就是原来的习惯是这样子，现在呀，反过来，我不要想，我观察这个不如意的境界出现了。出现的时候，观察它是缘起有，你是自性有，哦，
是缘起有，缘起有，所以就是自性空。你就观察自性空这个地方，什么也没有，心就住在那里。这个我看不需要5分钟，这个就观完了。观完了，你心就住在那里，不要动。你不要动，不要动，你能住它8个钟头也可以，住它30分钟也可以，然后再修观，还是这样观，还是缘起有自性空，还是这样观。观久了的时候呢，烦恼不动了，因为你呀、啊、有不如意的境界出现也好，没有不如意的境界出现也好，有如意的境界出现也好，没有如意的境界出现也好，你心都做如是观，平等地去观察，观久了呢，如意的境界上出的烦恼，不如意境界出的烦恼都不动了，因为如意的境界不也不可得，也是自性空，不如意的境界也是自性空，在自性空上看，没有可爱的东西。也没有可证悟的自性，也不证也不爱，不取也不舍，常常这样观，常常这样思维，这样子呢，他就没事了，这个烦恼就不动了。烦恼不动，你继烦恼不动，这是一个第一个阶段。再继续深入的观察呢，就有断烦恼了，烦恼种子没有了，那你就是圣人了。到了圣位的时候，当然是罪是灭了，没罪了，没罪可得了。你能够啊，常常做如是观呢、啊，能够调伏烦恼的时候，烦恼虽还没有断，但是烦恼不动的时候，你已经有感觉了，和烦恼浮动的时候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因为是心在浮动，啊，这想这个想那个，你把心定下来，念法或经念背它一遍的时候，立刻身心轻松自在，是不一样，是不一样的。这是法光明，我们前面解释曾经，这个法就是光明，啊，这些大乘经论呢，就是法，阿含经也是法光明哈。这个法光明在我们的这个浮动的心里面呢，经过一遍的时候，心里这个浮动就受到影响了啊。心里面心受到影响，这个身也受到影响。受到影响有什么感觉？感觉到轻松自在，不一样。要是你用贪嗔痴在活动的时候，你同样大骂。重新吵一阵，你这时候你感觉你的身体什么样感觉？你立刻就知道这不一样。这个出世间的圣道，这个法光明，和这个世间的祸也苦的活动，完全是不一样的。所以怎么知道是罪灭了呢？知道，你到那时候知道是罪是灭了，因为它这个不同，境界不一样。境界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无生忏呢，是这个怎么个观法呢？是怎么一个观法呢？就是这样观。当然呢，你也帮助一用其他的忏法帮助一点啊，我就诚心的拜大悲忏，诚心的拜梁皇忏。诚心的拜千佛忏、万佛忏，乃至法华三昧忏，用先去这样多磕头，也是好，啊，然后嘛，你静坐下来修止观，并用这两个法门并用，那么到时候它就不同，就不一样。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在中阴呢，在中阴闷结时的状态。是不是类似在静坐昏沉时的状态？这个中阴闷角，你的中阴就是中阴身呐、啊，中有哈。中阴闷角的时候，中阴闷角的时候是死掉了的呀，就是中阴死了啊。中阴死了，如果没有去啊、没有去得果报，中阴死了，他又会无而忽有啊，7天的寿命。过了7天，他死了，死了他又再生，
和我们这个呀，昏沉的时候不一样。昏沉的时候啊，人还活着嘛，没有死，这是不同的，是不一样。当中有啊，遇见父精母血时，三个条件因缘具足，将要投胎时，此时地中有，要是因自己强大业力的驱使而入胎了，就形成了另一个生命体。要在中有的阶段，是否还能有正念，扭转自己的业力？在遇见父母和合时，能观此时不净而不入胎。要不入胎呀，在7749天，将是以胎染石化，哪一生受生？这个事儿是那样哈。我们说是啊，凡夫一般的凡夫，这不可能有正念。不可能有这回事，一般的凡夫，除了转轮圣王哈，这个，这能不能有正念？一般的凡夫没有正念，除了转轮圣王之外，一切人都没有正念。就是那种颠倒境界出现的，就随着不如理作意就去了，撇耳随他去啊，因境要现前，撇耳随他去，就是这种境界啊。不能扭转过来的，没有这个，没有这个力量。但是啊，有个什么情形呢？就是我们出家人，出家人呢，我们在这个经律论上的熏习太久了，你又常常静坐，这个正念的力量强一点。正念的力量强一点哈，强一点呢，但是啊，能强到什么程度呢？我这个问题先放在这里哈。我们说这个出果圣人，这个出果圣人，他是有正念的啊，临命终是有正念，投胎是有正念，有正念还是投胎了，就是知道是父亲是母亲就是了，还是投胎了。但是这种人呢？你决定不会到三恶道去，一定是在人间，或者在天上欲界天，就是人间天上这样子，啊，在中不超过7生哈，他得阿罗汉，得阿罗汉道了。要是我们呢，我看我们的正念，我们常常在佛法里面也常静坐哈，也常修四念处啊，我们就向好处说哈，四念处也努力修行，但是还没入圣道的话，你的正念能超过出国吧？我看照理说是不能，不能的时候，那又怎么样呢？那又是怎么样的情形呢？我看有两条道路，一个也照样是投胎了。照样是投胎。如果有正念的话呢，不会也不会到三恶道，还是在阴间天上啊。这是一个。第二呢，我们多数念阿弥陀佛嘛，可能求生阿弥陀佛，就有正念的时候啊，就是总念阿弥陀佛的这个正念也起来了，起来嘛就是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你要在中阴的时候，阿弥陀佛就来了，来了就接你去了，就是这两条道路。是这样情形，说是你说是此观是不净观而不入胎，要不入胎7749天是一胎染石化，哪一生受生？我看还是在胎，还是在胎生或者化生受生，要到阿弥陀佛国去，当然是化生，啊，在莲花化生去了。要是在这个世界，就是不是人间就天上，在天上就是化身，在人间还是胎生，还是这样子。应该是这样哈，这是第三个问题，第四个，
假设男或女呀、这对夫妻中有一方结扎，不准备生小孩，而却有意终有这对夫妻是姻缘，此中有是否与这对夫妻结怨？这个事情我以前说过，就是什么呢？这个居士也是信佛的居士啊，但是很久不见到了。他说什么呢？因为他是避孕嘛，避孕嘛，但是预先向他申请，就是他做个梦啊，那个要来投胎的要求他同意，预先申请，申请他同意了，于是乎他就来投胎了。这个是没有结怨嘛？他预先来申请，这个是没有关系，这个办法是对的，这个办法很聪明，很聪明的办法，是这样子哈。有一个居士啊，他做个梦，让我来给他圆这个梦。我说是这个梦怎么跟你们说经过？说因为做梦啊，来一个大象啊，大象啊。在一个街道里面，这一家到那家走一走，到他家里走一走，就是梦就醒了。我梦醒了，我告诉他这个梦，我说是你太太是不是怀孕了？说是怀孕了，说是这个你将来会生个贵子。我们在这个《释迦牟尼佛传》上，释迦牟尼佛这个摩耶夫人怀孕不是梦见个大象，所以梦见大象啊，假设是属于这一方面的，应该表示这个就是那个中阴身呢，表这个人不是平常人呢，他来这里来投胎了啊，可以这样解释啊，这属于这一方面，可以这么解释。这个如果是他不知道申请，就是一直的是不能够啊投胎，但是这就看这个业力怎么样，业力怎么样？有的时候说这人避孕，有的时候也不完全有效，还会能投胎，所以没有解怨这件事啊。或在过无数劫的时间，因缘聚会，仍是会投生到这对夫妻中做子女嘛？这在《大毗婆沙论》说这件事啊。如果决定是因缘阻受到阻碍，而不能够因缘不具足，就是不能投胎。不能投胎会怎么样呢？那就是别的业力发生作用了，其他的业力。这个业力就是没有因缘，没有因缘，它就是停下来了，所以潜伏了。其他的业力发生作用，其他的业力什么业力就不知道，也有可能会去做马、做牛去了啊，或者做鬼去了，说不定的，就是这么回事儿。所以最好是啊，是修四念处啊，保持正念呢，还念阿弥陀佛，到阿弥陀佛过去好。所以我的主意呀、啊，你们可以明白。我们早晨静坐，晚课念阿弥陀佛，是这个意思。这意思还是不要忘了念佛，还是到阿弥陀佛过去。就是你得圣道了，到阿弥陀佛过去好。到阿弥陀佛过去啊。得圣道也不会很高嘛，顶多是初果、二果、三果，或者就是初，你发菩提心了就是初地，初地菩萨呀，在经上说初地菩萨百劫作佛，可能不是那个初地，不是那个初地，那个初地就是第八地呀，应该是那个。所以这个初开始，像我们是凡夫，我们修四念处，忽然间呢遇啊得无生法印的时候啊，就是类似出国的这样出地，而不是那个第八地的出地。
这个出谷圣人呢，当然是圣人，就是不得了，不得了啊！很多很多的功德都不具足，所以求生阿弥陀佛，到阿弥陀佛再修行，在那里呀，听阿弥陀佛说法，听观世音菩萨说法，啊，也可以。那弥勒菩萨也在那里哈，也可以到弥勒菩萨说法，也你可以回到这边，也可以从这个阿弥陀佛到娑婆世界，到弥勒菩萨那去拜弥勒菩萨，听他说法也可以。那么你继续的用功修行啊，神通大一点，道力高一点，再度化众生，我看很好，也是不错的。在大三摩地中啊，唯对初禅、二禅辨别光明的差别；又无量三摩地者呀，为慈悲喜舍有解深密一刻钟的一处可见。此是梵住从第三境律，空无边处，实无边处，至无所有处为止。对于大小三摩地、大三摩地、无量三摩地，也明白其彼此差别，与所缘与作意的或大或小。如果要将此三类三摩地配除，可以大三摩地设初二境律，无量三摩地设于三境律，无空无边乃至无所有处嘛，是可以的，是可以的。是可以这样，用小三摩地是否也能说成欲界定？未到未自定，欲界定恐怕不行，欲界定可能不行，未自定勉强一点。又佛与第四境律修饰梵住成无上正等正觉，修饰梵住应该修缘起观啊。他也当然也有示范住，应也具足能修是无量心，此处持的一处为三禅，啊，略过四禅，直接说悲之一处为空无边处，是否纯粹为配合不苦不乐众生，即有苦众生而言？对，是这样意思。或另有缘由，但是没有说，就是这样意思。这个是说。看着文的意思呢，这个修行人四禅八定都成就了，应该是这样意思。他修这个持能与乐的时候呢，在第三禅；修悲能把苦嘛，在空无边。啊，是这样的，习三昧在十无边处，舍在无所有处。他不是说是他没有成就，自己这么妄想，不是这个意思。